哈库纳马塔塔，真是充满了魔力。哈库纳马塔塔，要记住好容易。要无忧虑，从现在就开始。这是我们的生存之旅。哈库纳马塔塔。哈库纳马塔塔，对，我们的座右铭。什么是座右铭？管他呢，跟着念就行了。没错，蹦，这几个字能解决你所有的问题。没错，你看鹏鹏，他当他还是小幼猪，记得当时年纪小。你还好吧？提起来就伤心。他发现身体的味道不受欢迎，尤其是大餐之后，大家敬而远之。我表面很坚强，但心灵很脆弱。不开心，连半个朋友都没有。我陪在你身边，其实也不情愿。很自卑。是的，他很自卑。我想过改变名字。改什么名字啊？我现在很难受。我真的是忍不住，请你别拦着我。我才不要，你恶心到我了。哈库纳马塔塔，多美好的词语。哈库纳马塔塔，没什么难事。要无忧无虑，就从现在开始。对，唱下去。这是我们的真是一场噩梦，确实好听一些，他唱得越来越好。